迎大家收听收睇议会内外，我是刘慧卿。今天很高兴是请到一位朋友，是很多网友都很开心的，当我告诉他请他来我节目的时候，就是前立法会议员，亦都是筹权组织石墙花的创办人邵家俊先生。阿俊，多谢你。好，这么说多谢晒，多谢。阿俊还送了本书给我，多谢晒。这样呢，找你上来呢，俊，唉，我自己的党都很多人在里面啦，场内啦，今朝探了阿志伟，咁就场外我哋又喺度抗争，咁就尤其是最近咧，因为好热，其实今日都好热，咁样你哋又都发动咗好多嘢，就话希望改善喺场内嘅朋友，当然净唔系净系我哋啲党友啦，好多人喺里面噶嘛，改善下嘅情况，咁阿俊有啲亲身嘅经验啦。咁所以你等都可以講下點樣搞石牆花，點樣去做。咁啊，非常之多謝你啊，阿俊。咁但係咧，首先我要問你，嗱，你入去嗰陣時咧，就係因為佔中九子係嘛？冇錯。佢判咗你係咪幾多個月啊？八個月，2019年4月24日至到10月3日。即係坐咗幾耐啊？坐咗正式坐咗係5个月零16日。係。即係由幾多月入去嘅話？由4月24日去到10月3日。咁應該係橫跨咗嗰個整整一個夏天，九個太陽。咁樣不過咧，唔好講個太陽字，講翻自己先。因為啲人後來同我講，佢話阿俊入去嗰陣時，佢身體唔係幾好嘅喎，佢哋又同佢檢查一輪啊，好似同佢執分正曬喎，係咪阿俊？係啊，其實呢個都係要多謝懲教署嘅。係咪嗱，處長你唔好淨係鬧佢啊！因為我去到嘅時候咧，咁就第一晚咧就唔係扮嘢，啲人過去話我扮嘢，其實唔係扮嘢，我心臟病發。哇！唔係因為佢啊嘛，係咪啊？唔係喺入到監倉第一晚喺荔枝角啊，即係嗰個可能係精嗰個壓力啊、焦慮啊嗰啲所有嘢就出曬嚟，就又屙又嘔，跟住咧就去咗拘留病房。跟住就最尾喺拘留病房幾日咧，臨尾嗰日咧就驗出咧我心臟病咧就有三條血管，其中一條咧就塞咗，塞咗70%，跟住即刻要做手術。打開之後咧就發覺咧原來係塞咗90%，嚇佢即刻要做手術。咁咧就做咗2个小时，做完之後咧通波仔，咁咧就通完波仔，我同懲教拗咯。通波仔嗰70,000多究竟應該係我俾啊，定係懲教署負責？因為喂，我而家既然係你係你嘅人，係你嘅人係咪啊？你係要招要都係監管住我嘅時候，究竟嗰個費用係點樣計咧？咁樣咁當然咧，佢就話呢個通波仔手術咧就係你自己負責嘅嚇，咁咪負責咯咁樣嚇。咁但係即係我喺嗰度咧，就真係通個波仔，跟住咧就喺入邊咧就食嘢好清淡啦，瞓覺好有規律啦咁樣。條樣好曬。咁咧就瘦咗20几磅。有冇其他病添？我有糖尿病啊嘛。有冇醫唔好嘅糖尿病，不過咧我糖尿指數咧就梗係好咗好多啦，入邊食唔到嘢啊嘛，瞓唔到係咁出汗，係咁排毒啊咁樣咧，咁嗰啲濕疹啊會好翻啲啊，啊跟住嗰啲糖尿指數又好翻啲啦咁樣。嗰陣時我要打針同埋口服嘅，但係我喺入邊咧就掹咗啲針啊，唔使打針，淨係口服啊。咁而家出翻嚟之後咧，嗱我出嚟嘅時候咧係77kg，而家我係79kg，嚇咁啊重翻4磅几啦。咁但係咧，糖尿指數又高翻，咁而家我又要打翻針啦。喂，好心理，你即係唔係叫你入翻去啦，俊佳？但係你自己要睇住自己健康噶嘛。咁即係總括嚟講咧，即係你覺得佢哋對於有病嘅囚友都係照顧到嘅，係咪啊？其實佢嗰、那個佢好緊張嘅，你有病其實佢都好緊張嘅。雖然大佬咪真以為係啊，大家咪試有啲咩事咧，就真係搞唔掂啦，咁樣係咪？咁咧，但係咧就如果一般囚友咧要排期出去睇專科咧，其實係好耐好耐嘅。啊，我都寫個信咧，做議員咧，我寫過好多封信咧，幫囚友問嘅，即係排骨科啊，排嗰啲眼科啊嗰啲咧，其實咧就同喺出邊如果我哋排咧係一樣嚇。骨科2年几？2年几、3年几啊？呢啲隨時嘅事啊。即係佢哋冇得打針嘅。冇得打針，絕對冇嘅嚇。所以佢哋入邊咧病起上嚟咧都好痛苦嘅。佢哋所以係估唔到啊！坐監人咧。好勁錫自己身體嘅，做好多運動，做好多調理嘅，係啊，做個個都係做嗰啲甩手操啊，做嗰啲徒手健身啊，個個都好緊張嘅。係嘛？咁係好事嚟。好事嚟嘅。我今朝探過志偉啊，佢好似話
我個電話好嘈啊，我都好辛苦，我啲耳又唔係好掂，好似係減咗廿磅。咁啊，見到阿兆堅喺隔離，佢又瘦咗啲啊！哇，佢廿幾啊，靚仔曬，佢自己都咁啊！你睇下幾好曬，哇，幾靚仔啊！起碼靚又生咗十年啦。入邊嗰個程式係咁嘅，瘦嘅變肥，肥嘅變瘦嘅，所以會變肥嘅咩？瘦係啊，阿迪嗰啲啊，朱凱迪嗰啲啊，油浸都唔肥啊嘛。入到去咧就會肥翻少少。即係佢俾翻佢嗰個。Lester 咧又係油浸都唔肥啊嘛，入到去咧又會肥翻少少。調翻轉一樣，係見到阿韻咧，阿韻啊 AY 嗰啲咧，就係出邊有啲肉嘅，入翻去入到去咧就扎實咗、結實咗嘅。咁其實從呢幾個角度係好正嘅，仲好過啲健身失神咩？不過咧，不過嗰個係苦嚟嘅，即係。好多我哋瘦咗咧，好多係嗰啲水腫啦。其實我成日話俾人聽，我係喊曬啲水出嚟嘅。你估真係，你估流汗流咗一部分啦，喊咗一部分啦。係啊，真係就係食不下煙，夜不能眠嘅興姐。點解？即係啲嘢食好難食啊！啲嘢食你不能想象噶，你係不能想象，你係冇遇過，即係唔係話啲人話啊？你難唔難食？有啲議員咧，有啲議員去探一啲囚友。話啲場友話好難食喎，咁啲議員就咁講啊，哎有幾難食啊，難唔難食得過麥當勞啊？哇，大佬啊，入邊真係火都著埋，因為入邊咧麥當勞啊，簡直係天堂美食嚟嘅，梗係夢寐以求啊！點能夠用夢寐以求嘅嘢去比較咧？咁樣因為雲泥之別啊。喂，我咧，阿俊真係太平紳士嚟嘅，可能我都係好失職啦。但係我次次去咧，我都食佢就派曬喺度俾我哋食，實食嘅。咁啲人鬼咩？佢梗係俾你食嗰啲啦。咁係咪假嘢嚟嘅咧？係假嘢嚟嘅。假嘢到假到，即係佢哋唔係食嗰啲嘅。梗係唔係嗰樣嘢啦？喂，點解會咁㗎？點解會？即係假嘢咧？嗱，我哋用喺加盟嘅術語咧，呢啲叫做擺門嘢。擺門即係做俾你睇嘅形式主義嚟嘅。即係俾太平紳士嗱食下啦，嗱啲咖喱係咁味嘅，啲西餐係咁嘅嚇。我都要喺個機會咧，借呢個機會咧嚟做一個懺悔。因為我做係啊，因為有興姐，你唔知唔知，我嗰日做幾戇居啊！我做議員嘅時候咧，你去探過，去探過呢一個白沙灣嘅監獄，嗰啲保安事務委員會一齊去。咁啊，我一早已經關注㗎啦。咁佢就預備啲奶茶俾我飲，樽仔奶茶，一樽樽靚靚仔仔玻璃樽，一樽樽，哇，幾十支排曬喺度，好整齊，任你打一支飲啊，咁樣飲。跟住咧，特登問我喎，好唔好飲啊？特登胡英明咧做副處長，特登問我，好唔好飲啊？我話啊，幾好飲喎！佢就攞住呢句，就出去啦。就話邵家臻都話好飲。邵家臻議員話啲奶茶好正，點知原來假嘢嚟？跟住我入到去坐監咧，我每個禮拜日嘅上晝我都有一杯奶茶嘅。係，但唔係咁味。完全唔係咁嘅味，嗰陣好係奶粉味啦，嚇有少少茶葉啦咁樣嚇。咁咧就完全唔係嗰只咧，即係我哋平時飲樽更加冇樽仔啦，冇講笑啦，係咪？你嗰杯嘢啊！你知邊個同你爭取翻定㗎？嗰個係阿詹培忠啊！係啦，詹培忠，多謝你啊，忠叔。嚇，原來唔係咁味㗎。完全唔係咁味。喂，嗱，你頭先提起舊時阿副處長，而家處長啦，處長，處長咧對你哋搞嘢咧就好不滿，就俾人哋訪問，就話你嗰啲咧入咗坐一陣，好短期間嘅人就扮咧就好似知道佢裏邊啲嘢嘅人啊，指指點點。就係咧，就好不負責任。咁你覺得你係咪好短咧？短極都五個幾月喎，係咪啊？其實咧，間房生活咧又唔關長短事，因為咧好濃縮噶嘛。你知道間房生活咧，我哋喺大棚生活。咩叫好濃縮啫？即係其實咧，即係度日如年啊！間房咧，一方面度日如年，一方面咧就係每日咧我發生嘅嘢一模一樣嘅。一模一樣。即係幾點鐘起身，跟住幾食啲乜嘢？啊！例如話食嘢咁樣，早飯豬牛雞、豬牛雞、牛丸，呢個係一年前又係咁，一年後又係咁，十年前係咁，十年後係咁。所以咧，係咪真係要住滿兩年咧，先能夠走一個彎咧？其實唔使嘅。我相信咧，你係喺邊咧一個月到咧，你係已經走暈咗成個彎係點樣樣啊？咁所以咧，即係何況咧，我好多嗰啲意見咧，其實咧都唔使好，你知道做議員嘅啦，唔係要講好多專家，我哋用常識。係嘛？我哋話啊，熱嘅問題，咁啊建築物好熱，咁點處理啊？咪屋頂處理咯，係咪？喺屋頂嗰度，例如話淋水啊，喺屋頂度種花啊，喺屋頂度整架太陽能板啊，啊呢啲都係常識嚟嘅，唔使咩專家。再何況咧，我好多意見咧係好多囚友咧集思廣益嘅，我就幾個月啫，佢17年喎，佢啊坐咗。
二年喎。嚟一齊講嘅。因為嗰啲日光之下無新事啊嘛，嗰啲問題，嗰啲問題係舊嘢嚟嘅。嗱，嗰啲工資嘅問題、醫療嘅問題、投訴嘅問題、學習嘅問題、設施嘅問題，呢啲嘢喺赤柱八十年歷史，呢啲問題最少可能咧，可能有幾十年都係咁。不過過往咧，佢就唔聽又唔理，係咪？而家咧。又佢唔可以唔聽，唔可以唔理，於是乎佢又發爛渣上嚟，就話你扮專家。其實我成日都話喺監獄邊人扮坐監專家㗎？咁多嘢係咪？不過有樣嘢你冇講，嗰、那個清潔嘅問題，因為咧，雖然我未入過去，暫時未啦，唔知等幾耐啦。佢哋話咧，曱甴、老鼠、污糟邋遢。何俊仁又話要喺度抹地抹半個鐘，抹到佢好辛苦。喂，如果你瞓喺度，啲曱甴或者老鼠躝到你個身度，咁點掂啊？俊，嗰啲喺入邊咧叫小強同米奇。小強入邊啲小強同米奇咧，你瞓地下嗰層咧就陰功啊！而家就係咁嘅，因為我哋話赤柱好熱啊嘛，咁就將三樓嗰啲倉咧好多掉咗落地下，咁就會冇咁熱啦。咁地下點都涼啲，不過地下又多小強同米奇。喂。可唔可以搞好啲啊？將小強米奇搬走得唔得啊？你要明白點解監倉咁多呢啲咁嘢嘅啫？你要明白咧，就係個焦點在於咧，就係佢全部啲嘢工作咧交俾囚友做。係嚇，啲囚友偷懶啊！咁囚友喂，佢都話師傅話齋，囚友嗰啲囚友喂拉翻嚟嘅，唔係請翻嚟。你會 expect 佢嘅服務質素有幾高咧？喂，咁你整好嘅地方，大家好，你都要喺度瞓噶嘛，大佬。佢自己嗰間，你佢自己間房，因為我哋喺赤柱係 single cell 嘅，係一個人一間一個 cell 嘅。喺個 cell 裏邊咧，咁我哋都可以自己清潔乾淨啲。但係喺出邊嚟講咧，大家都係可能係比較求其啲嘅。但係佢咁，但係點解啊？盜你話滅鼠啊嗰啲咧，唔係囚友去做噶嘛？呢啲嗱呢啲就要專家啦。嗱呢啲就唔揾專，呢啲就唔揾專家啦。喂，咁整個鼠患出嚟，咪好大鑊？有成日，其實成日有鼠患，常常見㗎。佢哋喺度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我係咪嚇？常常見，唔會嚇㗎啦，冇嘢嚇到㗎啦。監都坐完啦，咩好嚇？跌落嚟啊？點搞啊？瞓瞓下。喺地下嗰度咧，就問題就係佢哋又未至於咬人喎。即係如果瞓瞓下覺，佢咬腳趾咧，啊咁嗰啲就可能係有新聞報道啦。但係佢又未至於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就。閂埋門就當冇人理啦，咁樣就咁樣一年咁樣樣。所以而家去到嘅時候啊，你話仁哥啊好，你個議員都好，係咪？佢話哇，即係佢自己耳聞目睹啦，唔係再係道聽途說啦，係咪？嚇咁咪先講出嚟咯，係咪？但係一講呢啲嘅時候，興姐知唔知道啊？我相信網上啲朋友都會有人講話，喂，監房啊，梗係咁噶啦，你想點啊？俾個半島你酒店有冇啊？佢話你坐監啊，你估你而家度假？佢話。但係而家問題係喺坐監同度假中間仲有好多個層次㗎嘛？唔係啊！你又有老鼠，有咩話？小強有米奇。喂，大佬，我係南加州大學，我哋就叫米奇老鼠啊！喺迪士尼個米奇老鼠，但係呢啲真米奇嚟喎，嚇都嚇死啦！你要米奇，你就去迪士尼啊嘛？點會走去啲監獄㗎？喂啊，處長！係咪真係可以做啲嘢啊？喂，一係就叫阿小學芬，你識小學芬啊？叫小學芬去監獄搞得唔得？有邊個可以搞小強嘅咧？反而咧係喺青山灣嗰、那個羈留中心咧，即係由嗰個入境處負責啊。佢哋都污糟，但係佢哋做過一次咧，最近做過一次咧就滅鼠行動。就請外面啲滅蟲滅鼠公司入去做，因為嗰度咧又係好多老鼠嘅。其實每個間房咧近郊區咧，你都想像到啦。就冇嘢食都走去做乜？咩冇嘢食啊？廚房點冇嘢食啊？廚房即係你喺監倉裏邊有好多嘢食㗎。哦，不過你哋係可以帶啲有。我哋都可以用自己人工咧換薯片啊，買咁咪死得啦。係啊，嗰啲嚟食㗎嘛，所以係有嘢食嘅。我哋用啲威化餅咧引啲曱甴出嚟咧，哇，係成。嚇死你啊！嗰個現象，你引佢出嚟做乜鬼嘢啫？你引蛇出動，咪引佢出，咪就引蛇出動咯，跟住殺死佢咯。點殺？喺canteen啊！你有咩殺啊？咪就係嗰對鞋多，拖鞋就嚼咯，就係大屠殺咯。冇人鬧你哋啊？鬧咩？因為喺大家喺放假期間冇嘢好做，開落棋都冇張嗰陣時，咁咁樣好做啊？咪引佢出嚟，跟住大家喺度屠城咁屠咯。哎呀，真係慘啊！唉，唔好講啦，夠啦嗱，總之啊，處長唔該你做好啲啦，真係好恐怖。喂，咁個熱啊點搞咧？今日又係三十幾度，我都戥佢哋好慘嗬。
那個叫譚海芳，是他是超乎人類的忍耐，是不是這麼厲害呢？是不是要撕了層皮啊？阿窩已經不怕熱的了，你知道平時他是環保人士，他不開冷氣的了、啊、平時都已經何秀蘭都好像說熱，又是不怕熱的。但你想像到裡面的那種熱，我經常都告訴人那是又焗又熱的，因為熱呢當然跟我們36度一樣，但裡面呢因為那些舊的建築物的窗比較小，還有間房，所以窗也更加比較小，那些閘比較大，就擋曬風擋曬氣流，所以裡面是焗住曬的熱力，那些熱氣焗住曬吸曬熱焗住曬，所以入到去的時候呢，我只說像蒸爐呢就是這樣的嘛，為什麼好像蒸爐裡面的小籠包呢，你入到去之後就坐在那裡不動，你不要動啊，不動，但是不斷滴汗，不斷出油啊、我們都說了我們是怎樣的，入到有7點回倉曬到興曬整個倉，那個門就不到你打開的，晚上7點還是早上晚上7點要回倉的、啊、回到倉之後呢我們坐定定除曬衣服除褲，男人啦、啊、除曬褲真的的、啊、真的除曬，因為你全部東西濕曬，跟住不斷出汗，跟住呢不要動，跟住呢就拿個補皮，補皮即是那塊補，那塊補寫完之後回個皮輕輕地潑啊！冇咁大動作喎，大動作又會出汗噶嘛。咁樣潑，跟住咧潑咗陣間之後咧，就開始用爽身粉少少咁樣去索嗰啲汗。索完之後咧，再用紙巾印，係真係咁動，真係咁嘅動作嘅喎。你唔好笑啊，大佬好殘忍入邊真係。好啦，印完之後咧，好啦，如果咁樣冇事咧，就一個彎啦；有事第二個彎啦。即係如果即係話你啲汗已經比較已經靜止咗啦，開始流完啦，咁你未搞掂，就開始可以睇書、寫信或者係聽收音機。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要做第二次，又或者再嚴重啲咧，有啲人咧就直頭咧，真係太熱啦，咁樣一去到咧，就翻喺個水喉喺水龍頭咧，就攞啲水攞條毛巾就淋濕個地下，跟住嚟抹一次嚇，跟住用啲蒸汽係咁發係咁揮發。咁但係當然會出會濕曬啊！咁點解要揮發啲蒸汽啊？因為焗住啲熱啊嘛，你希望佢快啲，長痛不如短痛啊，係嘛？即係長熱不如短熱啊！等佢咁樣走曬之後，再加埋咧，見到阿陳建文就講過啦，再喺個水喉頭嗰度咧綁住毛巾，開少少水，你自己坐喺嗰個呢個係呢個星盤啦，坐喺度，讓嗰啲少少嘅水滴落我頭度，咁樣流我身度，俾自己散熱。再唔係咧，就攞冬青膏。茶頸，或者可以入嘅冬青膏。冬青膏係問佢當病咁攞嘅，仲唔係攞牙膏？呢、這個真係聞者傷心啊，慶姐。攞牙膏做咩啊？做咩啊？擦額頭啊。即係點啊？涼啲。咁又唔係好傷心。涼啲。要傷心。咁咪走做咩事啫？而家要搞到要咁樣樣，用牙膏擦額頭，跟住又唔夠牙膏刷牙。即係牙膏嘢都要咁樣去左計右計，你話呢個咩世界啫？而家做咩事啫？喂，咁其實處長係知嘅喎。處長由低做起㗎，佢知㗎啦。處長乜嘢都知㗎，佢做咗30多年懲教，佢入去嘅時候應該係懲教主任嚟啫嘛。咁點解唔好啲對下你哋咧？有啲咩好啲可以做？佢嗱而家咧就話整咗個防止自殺嘅咩滾筒式嘅，唔係搞錯咗，搞錯咗。那個滾筒式風扇，唔係嗰個唔係防止自殺。佢寫咗㗎，佢係其實佢講嘅描係誤導嘅。那個滾筒式風扇點樣可以防自殺呢？只不過是不容易被你綁嘢上去自殺。即係防，佢當係防自殺。佢就唔係防自殺啦，佢都係自殺唔到啫，唔係防自殺啦。咁啊點咧？咁啊點啊？你話嗰個滾筒式風扇咧，其實咧我2019年坐監嘅時候已經見到佢試驗緊嘅啦。哇！試到2021。咁而家到2021都未試，都係開始試驗成功，開始安裝。600個啊嘛。跟住咧就到要到下年第二季咧，先將1400個。房咧先整好啫，一千四百即係淨係幾多？淨係赤柱，定係赤柱一個啫。即係其他乜都冇。其間間院所都冇，係得赤柱有啫。點解會赤柱優待啲咧？可能係80周年啦，80年啦，比較熱啦，係咪？但係啲人都問嘅喂，我成日逼夠熱咯，我喺東頭夠熱咯。喂，佢喺荔枝角熱到飛起啦。係啊，荔枝角熱到飛，但係嗰啲滾筒式風扇嗰個有冇用啫？嗰個都唔係好有用，但係佢係令到入邊嘅空氣流通啲，抽走啲死風。換啲生風翻嚟，即係每間房都有。每間房仔有個咁細個嘅，好似嗰個蛋卷咁樣嘅，啊咁啊，冚喺裏邊，冚喺埲牆嘅好高嗰度。咁啊，因為你喺度卷，喺邊咁樣抽風，啊，就冇咁高，即係好過冇啦，好過冇，好過冇。應該就所有都安啦，係咪啊？如果你係試咗係得喎，咪所有都安啦，又製造呢個就搞事搞呢個經濟，咁又你善待下佢，咁咪點解一定要喺赤柱咧？
咁喂，沖涼嗰度就話可以沖多次都唔俾沖啊？其實你有啲水滴落嚟嗰度就沖唔到涼嘅。嗰啲唔係沖涼嘅，嗰係自己倉裏邊嗰個洗嗰、那個洗手盆咁大個。咁樣沖乜鬼嘢涼啫？你抹下身都得嘅咁樣。抹下身咯，係攞都得嘅。都得嘅，你自己一個人喺倉度，咪攞嚟抹下身咯。咁但係如果你喺壁屋30個人一齊一個大倉噶嘛，係啊，咁你咪大家輪流去攞嚟抹下身咯，咁樣係嘛？但係都咁抹下身。但係而家我哋希望嘅唔係抹身啊嘛，我哋可以沖多次涼。你知道而家咁熱嘅天氣。你哋幾點鐘沖涼啊？本來啊，每一個期數咧，即係每一班人咧，嗰個時間都唔同嘅。咁我哋咧就我以前坐監嘅時候咧。就應該是在運動之後大概12:30左右、啊、沖完涼就吃飯的了。12:30就沖涼是啊。哇，那你下午又、啊、即不再運動的了。但你不運動 要工作的嘛。那你在那些房裡工作就 有冷氣。當然沒有啦。喂，我們去怎會有冷氣啊？冷氣啊，那些做木啊做什麼那些燙衫啊有冷氣。當然沒有啦，燙衫都有冷氣啊。我們去那些。整個赤柱咧得一個期數有冷氣啫，工場啊就係、是、印刷嘅，嚇影、啊、印刷個，即係以前阿胡建文咧嗰度咧工作嘅嗰度就嗰度係示範單位有冷氣嘅印刷嘅，但係其他期數全部點會有冷氣啊？梗係冇冷氣啦。咁真係奇喎！我去過白沙，你覺得啱？我去過白沙，我見過有冷氣嘅，係嘛？嚇、啊，我去白沙咁，但係嗰啲可能係某一啲期數啊，可能係做口罩有一定有冷氣啦，係咪？啊、其他冇嘅。做路牌可能有，我唔知啦、啊。但我哋喺赤柱咧，做鞋都有啊，有啲係。我都冇見過、啊、喂，咁樣其實沖多次涼，其實係咪咁辛苦咧？咁難。嗱、啊，你話朝頭早12:30沖，咁你下晝咪沖次涼店啦？大家好想嘅呢、這個。好想沖次涼翻倉啊嘛。咁咪咯，嗱、啊、你7:00翻去啊嘛，即係翻之前沖多次，點解唔得咧，處長？嗱、啊、最好咧，處長，你得閒啊上下嚟我嘅節目，你講下啦嚇。啊即係佢沖次涼啫喎，而家唔係要你整咩喎？咁另外嗰陣時又話飲水又係好熱係嘛啲水，又煲到滾曬先俾大家飲啊！嗰度咧就係我自己嘅一個親身嘅經驗嚟嘅，有一個某個晏晝嘅禮拜日，咁我就坐喺度咧就哇又熱到咧，所有台凳都熱曬興曬，跟住咧就飲水啦，諗住飲水一裝水飲，一個大水桶裝水飲，哇乜熱咁熱嘅喂大佬啊點飲啊？跟住飲茶。又是熱的熱到有煙出嗰啲熱喎，跟住咧我就攞住氣沖沖咁樣，即係有時真係熱得滯咧，就同個職員講個話 Sir 點搞啊？30幾度點飲啊？熱水咁樣。第一個阿 Sir 就話啊，咁都係嘅咁。跟住第二個阿 Sir 就向上反映啊，係咪？第二個阿 Sir 就話：，我留意一下先。跟住到第二日咧，就有個高級啲阿 Sir 咧就揾我啊，你出嚟。跟住有高級嘅阿 Sir 金邊，即係總主任啦。跟住就話俾你知，你琴日話啲水熱係嘛？我解釋俾你知，跟住我企喺度嘅喎，我企喺度嘅喎，佢就坐喺度啦，梗係咁我，跟住我解釋俾你知，咁樣咧就係話俾你知咧，如果啲水唔煲滾，你又話我俾生水你飲；如果煲滾，你又話啲水熱，你想點啊？咁我就話，我咪又話，喂，喺滾同埋生水中間仲有好多選擇㗎，大佬，即係我要室温水，我唔係要冰水啊，我要室温水啫。即係你擺一擺，係咪攤凍啲？先俾你飲。先俾啫，你唔好熱辣辣咁樣樣啫。我只係講咁啫，係咪？點啊，阿 Sir？ 阿高級阿 Sir？ 佢梗係唔會俾我，佢梗係唔理我啦。我行咗去啊！啊，佢咪要坐喺度，走，講完走啊！唔係佢唔會行咗去，係你行咗去，你走。唔係，不過咧要留意喎，係咪真係咁難嘅事咧？其實咧有啲新嘅間房咧，或者新嘅喺舊嘅間房嘅新嘅一啲樓宇咧，嚇、啊，其實會有水機嘅喎，一部好大部嘅銀色嘅水機。左邊就紅色頭就熱水，右邊藍色頭就凍水。其實咧呢啲係不過呢啲就喺赤柱邊度有咧 ，Cat A 嗰度有，甲級反嗰棟 building 就有。嚇、啊！咁但係我懷疑新嘅監獄咧，其實都會有水機嘅。嚇、啊！其實有水機咪又解決問題咯，水機嘅嘢係咪？遲早都要換㗎啦。咪咯，真係激死啊！真係。咁另外你又講開頭先，你話嗰啲工資嘅問題咩問題咧？即係做工好少錢啊！嗱喺嗰度咧，你知道咧，就陳建文先生啦，做到木工師傅，考到牌啦。阿教授啊！阿教授啦，咁誒，阿教授咧，最高人工幾多錢咧？最高人工嘅攞到就係800蚊一個月。八百蚊。八百蚊一個月，199.7一個禮拜啊！咁呢個係最高級嘅人工嚟啊！阿曾蔭權先生坐監嘅時候咧，佢因為佢喺醫院裏面做 B 仔啊，即係唔使最。
最冇技術嗰啲啦嚇，佢係講緊200幾蚊個月。哦。阿曾生啊，當時。做咩做咩話佢做？唔係嗰個 B 仔係種崗位嚟嘅，即係當係一個幫阿 Sir 做嘢嗰啲班長咁樣啦嚇嚇。咁佢就喺醫院，佢 stay 佢全個佢差唔多全個刑期都喺醫院進行嘅嚇嚇阿曾生嚇。咁咧就我嗰陣時咧，我係做車衫嘅，我係負責嗰啲喺醫管局咧車嗰啲病人褲啊同埋印嗰啲印啊嗰啲。咁我走嘅時候咧，我入去嘅時候200幾蚊個月，我走嘅時候咧係500幾蚊個月，啊係四係啊500幾蚊個月，咁咧係啊嘛，就係咁樣人工。咁但係咧，你話啦，咁係咪請假冇錢咧？咁樣，喂，我睇翻啲資料咧，請假一年咧所接嘅 NGO 啊或者政府部門咧嗰啲生意額咧，一年咧係4億幾喎，4億5000萬，但係咧佢淨係俾我哋工資咧，全部籌有嘅開支咧，其實係講緊咧4000萬。4000萬啊！呢個係佢答立法會嘅數字嚟嘅呢個。咁佢留翻做咩咧？我問翻佢，咁佢話交翻俾庫房。咁佢就話啦：，喂，呢啲唔係工資嚟嘅，因為呢個唔係僱傭關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監獄規則234章嘅要求，一定要做嘢。呢個唔係工資嚟嘅，呢個叫做咩啊？英文叫 incentive payment， 係一鼓勵性嘅一啲開支。或者一啲支出，咁但係我就話啦，其實800蚊一個月又好，500蚊一個月又好，200蚊一個月好，有談何係鼓勵性咧？你想要加到幾多咧，先鼓勵到咧？喂，咁你都要跟翻我跟翻最低工資啊？跟翻最低工資啦，係咪？因為你都話啦，嗰啲錢咧，其實留翻嚟咧，佢係可以出策用噶嘛，可以幫到佢係租屋啊、更新噶嘛，其實啊。佢真係做緊嘢，佢唔係呃你噶嘛？咁你收人哋，你又唔收人哋平啲？你收人4億幾喎每年，係咪收醫管局？你又唔收平啲？俾我嘅時候就話嗰個incentive payment， 你又唔試下 incentive payment 啊自己？係咯，即係所以就真係，唉，喂，咁喺裏邊仲有啲咩？你認為係好急切？應該要處理嘅咧？投訴制度啊，兄姐，呢個我就同你講過好多次啊，因為你知道啊，正喺監獄裏邊咧，差唔多每一埲牆咧都會清清楚楚咧寫低咗嗰五六種渠道嘅啊，即係特首辦啊、高級長官巡視啊、太平紳士啊、議員啊、新老專員公署啊，咁樣都寫曬出嚟喺渠道啊。咁就喺宣傳上邊嚟講咧，都係好正確嘅，甚至乎佢自己話即係正面看投訴係咪啊？即係要咁樣樣啊，積極嘅投訴文化咁樣呢啲嘢。咁但係咧，你知道啦，真正咧一個囚友咧要舉手投訴咧，未投訴先找數，啊，即係未投訴咧就先要被懲罰，啊，你攞份嗰份新竹專員公署嗰份表格，你攞份表佢已經懲罰你啦，佢已經係諸多懲罰㗎啦，我自己攞都試過啦，係咪？一攞第一時間問咩事先？你點解要攞？有咩要投訴？跟住同你講，喂，我不如搞掂佢啦，唔使攞啦。咁啊搞掂都好喎，係咪搞掂先？咁但係佢梗係搞唔掂㗎啦，咁咪係咪搞得掂就唔會咁多人投訴啦？跟住咧就第一樣，第二樣咧再攞位，咁你仲要堅持，即係唔知靈識趣啊，即係唔俾面我啦，係嘛？再上，跟住咧就要求再上，咁你就已經係咧第二日就可能踢鬥啊！你知道咩踢鬥啊？即係話第二日咧，佢可能佢已經去你嗰個倉嗰度咧，就做一搜查。一搜查到有啲違禁品咧，即刻懲罰釘倉。咁你當然話違禁品就梗係唔應該有啦。但係喺監房咩叫違禁品先？你知道話監房咧就係一個膠襪，你多個膠襪都係違禁品。即係兩個就係違禁啦嚇。每個月有兩條毛巾，你多咗一條毛巾咧都係違禁品。係嚇。咁但係即係佢就話咧嚇，你每一條毛巾一條新一條舊，你自己換啦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咧，你知道啊，又要抹地。又要攞嚟咧，攝住個窗，又驚佢漏水，係咪？又要抹牀，於是你會可能啲舊毛巾咪留翻佢咯。但係你又違禁啦，跟住又要罰你啦。咁所以咧，我簡單嚟講咧，就係喺監房裏邊咧，你踢起竇上嚟咧，我諗十宗有九宗都踢到嘢嘅，嚇咁啊梗中嘅基本上，咁啊梗可以釘倉嘅。所以我話釘倉即係單獨囚禁，即係所謂嘅水飯房，嚇釘倉3日搣埋福利。即係冇糖餅，冇收音機，冇報紙，冇書睇，淨係可以寫信。
嚇單獨囚禁23個小時，一個人一齊，一個人一個小時去放風嚇，呢啲叫單獨囚禁。喂，所以你真係要，你真係舉，你真係要舉手，你真係要攞投訴信。呢個係呢個係公開秘密嚟嘅，喺入邊根本就攞唔到啊嚇。因為你或者唔好話呢啲啊，你話我要見立法會議員嚇，我要見立法會議員，我你寫信出去，佢就會將封信抌鬼咗。真係，你要求福利官打俾佢咧，咁咧福利官就話：你唔好為難我啦，係咪？如果你真係要見咧，嗱，你要明白喎，你真係要打咧，啊，你真係要打咧，就你自己諗過喎，即係話你就要找數咯喎，咁樣。所以你係啊，點解話即係肯？我自己即係同啲囚友講，你肯你見得我咧，其實已經付咗代價。你攞得到嗰份收容專員公署嘅表格咧，其實已經付上代價。嚇，我自己同收容專員公署嘅職員講，我話：啊，你明唔明白啊？其實一般唔係我一般囚友攞到份表格俾到你嘅時候，其實佢已經為此而付上代價。你哋已經係一個 last resort 嚟，最後一著嚟嘅。如果你哋都係咁求求其其，或者係一個話或者好容易咁 close file 咧，其實對佢嚟講咧，其實係好慘。第一，最後一根蘆葦啊都冇埋。而並且嗰個代價係白付嘅，所以希望佢哋咧係好認真、好謹慎咁樣處理。但好可惜咧，收容專員公署通常係點嘅咧？就係你投訴話你俾阿 Sir 用粗口辱罵，跟住佢哋問阿 Sir 你有冇啊？阿 Sir 話冇喎，哦咁就話因為冇第三者證人，一個話有，一個話冇，於是我判斷唔到 close file。咁你點啊？或者佢問下，都有第三個阿 Sir 喺度，跟住問阿 Sir 有冇啊？嗰個阿 Sir 話我聽唔到，或者我唔記得，跟住冇第三者意見 post file。或者問下啲職，問下啲囚友，你哋有冇聽到啊？冇人話聽到 post file。咁所以我自己投訴啊，我投訴咗16封，我自己坐監嘅時候，我寫咗16封嘅收容專員公署嘅投訴表格，有3封即時拒絕，佢話唔關我事。因為一封關於女監嘅，一封關於成年一啲年長嘅長者嘅嚇，佢話你唔係長者，你唔係女人，唔關你事。即係唔係你唔可以？唔係受屈人，你唔係自己唔係受屈人。跟住我餘下13封佢受理啦，我13封到而家收曬結果啦，13封都唔成立。係嘛？13封我自己親眼見到嘅喎，我自己嘅經驗嚟嘅喎。例如話佢要求嗰啲囚犯。擒上一張台，再加一個台，再加一個籠，擒上去抹窗、抹風扇，完全冇職業安全，完全好危險。我即場投訴，嗰、那個阿 Sir 都受理嘅喎。你仲同我講話以後唔會見到呢啲事啊？盡我包保你嚇。咁但係我投訴完收容專員公署咧，嗰、那個反應就反而係冇呢件事發生過喎，冇呢件事發生過喎。問過啲反冇啊，啲反話見唔到，問我職員話見唔到，冇呢件事喎，阿俊。我自己投訴嘅13封收容專員公署，全部不受理。所以我如果我唔係2020年11月30日起身咧，我12月上旬咧，我就會見到啊收容專員嘅同佢立法會有個會面，我就預備咗有5個問題問佢嘅原本，我俾咗佢嘅書面上，但我起咗身冇得講啊，我就係追問佢咯，即係我自己個見證，13封信全部係不了了之嘅。咁你要人哋點樣建立到對於收容專員嘅一個信心咧？係而家嗰個新聞專員定以前嗰、那個？而家嗰位女士，警察嗰位，冇錯。唉，咁啊真係好大件事喎！咁我哋太平紳士去巡視都冇咩用嘅喎。不過我去巡視都有人舉手嘅喎，佢都幾大膽喎。幾大膽啊！其實係啊，佢哋你都想象到佢轉頭嗰日就俾人踢鬥嘅啦。係嘛？係啊，但係你哋我都俾意見太平紳士咯，就係你跟進完嗱，你去完之後啊，收完之後咧，你要再跟進下嗰、那個。嗰、那個 case， 睇佢有冇事嗬？跟進下嗰個人同埋嗰個 issue 嚇，因為你唔可以話傾完見完之後咧，啊交俾懲教署處理啦咁樣，咁懲教署咪處理咯？處理成點你唔係好知噶，佢有冇處理唔知啊？但係佢冇處理埋嗰個人你都唔知啊嘛。我都問過噶，究竟有幾多人係見完新聞新聞之後咧係會被單獨囚禁嘅，或者喺幾耐以內咧會被懲罰？咁佢當然話冇呢個數字啦。冇咪叫佢開始搜集咯。我咪就係咁講，冇咪而家開始做咯。係咪？我都問啊，淨係問熱啊，有幾多人中暑？有幾多人因為中暑嘅職員或者囚友因為中暑而入醫院？佢話冇呢個數字啊嘛，咁我冇咪而家入咯，6月開始飆 up 咯，7月咧。有啲人話咧，
其實監獄如果係安冷氣都唔係咁奢侈啫，唔係咧。其實如果你話嗰啲地方熱得咁緊要，係咪？嗰啲職員都開冷氣啦，職員房全部職員房有冷氣啦，係咪？其實係咪一件好冷氣？今時今日嚟講係咪咁奢侈嘅事咧？眼鏡係咪一件好奢侈嘅事咧？即係以前 N 年前中援人士攞眼鏡嘅時候，你都話眼鏡未必需品啊咁樣。到今日你都唔會問啊，眼鏡未必需品啦，係嘛？你都唔會再講呢個問題啦。喂，嗱，最後叫你簡單啲介紹下呢個石像花啦。點解你搞呢個組織出嚟咧？我哋希望喺石牆裏面能夠開花，即係喺一個好絕望、好艱難嘅地方，都希望有盼望，希望大家都係可以繼續咧，可以讓裏面嘅獄症人有得到改善。我哋話咧，我哋係啊，我哋係多，我哋唔係多管閒事，我哋係多管籌事，係咪？我哋係喺我哋希望咧係多管籌事，希望咧係令到咧入邊咧唔係話要咩智慧監獄。我最覺得要的不是智慧監獄，是人性監獄，是陽光監獄，即是真的能夠看到大家裡面的投訴制度是透明的，是看到的，裡面那些醫療服務是有改善的，不是食來食去都是那幾種藥的，是不是？那些學習無論在職培訓還是那些進修，其實那些是真的可以同出來之後是可以做到社會的結合的，不是說學過那些東西呢，其實學埋啲嘢出嚟咧，已經冇曬嗰個市場噶啦，係咪？希望真係嗰啲學習係真係學以致用嘅，係咪？嗰個工資係可以追得上個水平嘅。而家入邊係咁啊，工資低，但係食買嘢食嗰啲嘢食又貴喎，即係買嗰啲嘢食咧，買嗰啲入邊嗰啲街燒鵝啊嗰啲嘢係貴過超級市場嘅喎。咁你一來一回咪好猛咯，所以我睇報紙嘅時候，啲市場又咪好猛咯嚇。咁呢啲嘢全部可以改善噶嘛。而最尾我講嘅就係嗰啲設施問題啫嘛，即係。是不是可以維修得好一點呢？不是，不用壞了幾年都不弄，是不是？即是我知道你很忙，我不是說今天壞明天弄，但是你都未至於壞了三年都不弄，是不是？風扇啊、電視啊，是不是？壞三年嘔都嘔死了，大哥，他不是人來的，人就會嘔好而已，機器不會嘔好的，你嘔擺在那裡沒用的。所以我們覺得在監獄裡面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我現在我不是我不是說要住五星級酒店，不是說要有菲傭。正如呢，現在我叫你不要打我，我不是要你錫我，是不是？即是不要打我，不是啊，那你需要我錫你一口嗎？喂， sorry 那個兩碼子的事，是吧？那我叫你不要打我，不等於要你錫我，何況我都不喜歡你錫我，是不是？那所以給布菲你吃好不好？我都不是要吃布菲，我都不是每天要吃布菲，是不是？我要身體健康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們是一個服現在說的不是說什麼政治，我說的是一些人道的關懷，我說的是一些人道的水平，即是每個社會都有個水平的，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話，你都不會跟他計營養指標啊、食物的重量啊，或者是醫療，你不要醫他一笨，你說他坐牢不要醫他啊，是不是？你說他坐牢冬天不要給厚衣服穿啊，是吧？那你都不會啊，有個水平的，這個水平是需要咧，係與時並進嘅，係可以咧，係檢視一下嘅。OK， 咁啊，今日多謝曬阿俊啊，咁啊，希望有機會請到阿處長上嚟咧，又到同大家講下嚇。多謝曬阿俊，多謝，拜拜。拜拜。